这撕了整整的红烧粉儿噻。哎。称一点嘛，好几斤哟。十块。称。称点红烧粉儿，对呀，你称上了。称个一两斤嘛。称个一两斤，把这把拿了嘛哈。一两斤会不会多些哟？三斤。要得不？这个干的黄的的。要得要得要得。没得那个米线店买的红烧粉儿，在地下那个卖米线卖的。刚才烫一下嘛，有那个开水烫泡沫，要用开水烫个。那个开水才泡沫，刚才清水。干盆泡泡。干盆泡。干盆泡。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做一个酸辣红薯粉。泡好多呀？泡一斤啊。先用开水把它泡一下。好，好清了。倒入开水，把粉烫一下，把烫软，浸泡个十分钟左右。泡好的红薯粉用清水把它冲一下。准备好自己喜欢吃的蔬菜，我这里准备的是莴笋丁。把莴笋丁简单的改一下刀，把它切成片。看有没有蒜。带一点蒜水，小米椒，加盐，味精，鸡精，醋，多来一点，再来一点香油，生抽，多来一点，来个生勺。吃粉的话比较费油，再加点豌豆。锅中烧水，把水烧开，先下入蔬菜，把它煮熟。这莴笋丁煮个两分钟就可以了。把蔬菜夹起来放在旁边，下粉，开火煮个五分钟。好了，可以出锅了，已经煮软了。根据粉的多少加入汤，好了，撒上葱花香菜，可以了。酸辣粉，准备开饭，开饭，开饭。我这会会吃就行了。对呀，这会吃就行了。潘小姐，好，上海有你没得，有个火锅吃。那好吃，上海比街上卖的好吃。没找没找他们又吃那个哈，你们巴适。